香港艺人吸毒案高潮迭起。据悉，歌王陈奕迅的老婆徐濠萦被曝疑似为成员之一，老公陈奕迅出席公开活动时一律封口避谈。但香港媒体爆料称，陈奕迅关起门来与老婆徐濠萦大吵一架，甚至爆粗口。以往作风强势的徐濠萦不发一语，低调抛家赴日神隐，两人6年婚姻再两红灯。陈奕迅近期将举办歌唱，上周他出席活动时虽强颜欢笑，但仍难掩忧愁。11月30日，有媒体前往学校跟拍陈奕迅女儿康迪，被问及他父母是否吵架时，从他口吻得出似乎是站在爸爸陈奕迅那边，而不认同徐濠萦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2012预言没来，但是欢乐来了。想看点欢乐的优酷给你《我是传奇二欢乐季》马上就来了，最会搞笑的优酷牛人也要来了，所以我吴宗宪也来了。